第33题，34题是题主，如右图是甲乙两台车利用闪光摄影留下的轨迹示意图，假设是一个等速度运动，乙车做一个等加速度运动。回答33到34题。33题是问，请问1到5个点甲乙的平均速度比为几比几？平均速度是总共走多少位移去除以多少时间，我们都是第一个点到第五个点，那么所以我们所花的时间是一样的，从图上面看到他们在第五个点的时候的位置也是一样的，也就他们的位移是一样的，位移是一样的，时间是一样的，所以平均速度就是一样的。因此第33题问我们说，请问1到5个点甲乙的平均速度比为几比几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 1比1。